好，下一套啦，下一套就係喺一個金番裏面。最強戰鬥番。唔係玉番嚟嘅。梗係唔係啦，最強戰鬥番點到佢肯定係 Battle Star 啦，你唔好傻啦。完全唔算啦。你就係咁樣用下地雷呢、這個。繼續啦 ,High School DD 啦真係。係啦咁啊喺今季裏面真係好多嘅番組嘅表現唔好之下呢套就出。黑馬殺出。其實佢幾好睇㗎我覺得。應該話佢嘅故事簡單。同埋鋪陣結構簡單。黃道囉。結構簡單。黃道得嚟有啲心機㗎。爽快而你唔好計揀女嗰部分。雖然佢有啲屈機位嘅但係唔好理佢啦可合理性都 OK 嘅。合理性呢樣嘢我又唔睇呢樣嘢就呢套嘢冇乜合理性可言嘅。咁係㗎啦。除了其實你說他本身你說是肉番之外即是賣肉番啦你說是、他賣肉賣得很悶好看、他賣肉賣得很悶即是說賣肉那方面我會定義這套其實算是戰鬥番多一點剛剛說的算是戰鬥番所以說不是的他戰鬥番得來我的日常的我就在他日常那集咳的日常不知道第六即是剛剛打完了個告白之後那集那日常是到嘔血之後有兩集是日常每日常每之後先再接第二卷、我沒記錯好像是去到第二卷而已嘛現在是去第二卷的第二卷而已是跟住其實中間兩個日常又是滲一些之後小說的番外篇來的攞史摩那集都還好看史摩那集是番外篇來的但是你日常那集真的悶到貧血不是打一打戰之後氣有正常我覺得又無所謂的但是你說整體上個故事嗰個脈絡你話佢得幾好啊我覺得。唔算差因為你本身你話我同阿有馬都有睇原作嘅、我哋睇其實故事其實即係佢好集中嘅戰鬥即係雖然你話係佢賣肉嘅成分或者係妄想成分嗰啲佢有好多喺裏面男主角係。早期多啲。唔係中間都好多但係其實你當你話如果比較嘅話我會真係當 Needless 咁樣去睇囉其實。係啦係啦似呀。我會真係當 Needless 咁樣去睇。即係只不過係佢賣肉嗰方面佢真係賣空啦唔好話賣肉啦。唔係嗱 ,Needless 就唔會踩過條界佢會過埋界。因為佢有 ATX。呢個就係個分別啦。Needless 點打啲衫會爆呢套嘢啲打啲衫會爆㗎。而 Needless 嗰個 case,Needless 係賣癲其實係。即係啲角色全部都係癲嘅。唔係開咁樣。癲。神父啊。唔係喎唔係三年子咩在這裡都有神父我都是瘋的而你說 High School DD 裡面其實他不是他都很曬有介紹他講一些設定的不過你說其實呢他的設定其實我一大聽上大家最好就無視了他他這樣說你就照這樣聽就可以了、不是他有些設定呢其實後來換得回的但我又不劇透啦但是有些就當你今集來講他的設定其實你覺得他講笑其實是對用的例如說他有一次講惡魔講了你說惡魔怕什麼怕聖經怕十字架你聖水的還有聖水是大家以為只是修女在賣文啫，原來之後用得翻嘅係，即係打鳳凰不死鳥嗰個位幾好啊，鋪得。即係不死鳥用得翻，即係不死鳥再勁得惡魔嘛，惡魔都會拍聖水啊，都會拍十字架噶。即係佢啲，你之前佢當木筆，你當搞笑，其實後面換得翻啦。好賤喎！佢搞笑都有用㗎，我記得阿修女有次講話咧，哎呀，求主你原諒我，跟住突然間佢頭痛啦嘛。係啊，佢嗰啲搞笑夠唔夠 Mino 騰啊？魔法少女冇睇過。Mino 騰嗰個唔係你話如果個故事嗰、那個重心即係佢都強調翻就係其實用咗兩本時間都係鋪翻呢個赤龍帝個護手嗰、那個龍手嗰度嗰個故事其實點樣成長即係、就是、第一次就話即係話佢由禁手化做一個終結、理論上禁手化最勁㗎啦理論上啦。暫時來講他設定裡面就是禁手法是完全發揮了那件神器的力量即是變身啦真的變換超人啦我知道其實他都有個層底一開始只是 boost 一兩次去到後面可以中斷 boost 到六次好像說他搞少了很多花巧的東西就是你 booster 那件事始終都是說用力量那件事其實最主要其實如果他表即我之前都說過其實作為這套戰鬥番佢表現嘅力量嘅一個層次啊，嗰方面，佢表現到嘅話，佢已經合格噶啦，佢一定已經合格。佢好似 Monin 三尖儲氣儲多段，嗰嚿嘢會大啲咁解啫嘛。攻擊嗰方面，即係你始終打拳頭交咧，你唔需要搞好多化後嘢，即係你好似就算 Needless 咁樣都，我哋嗰陣時都係啫嘛。Needless 真係打拳頭交啦。拳頭交嚟喎，我見到放飛有放電。咁最終神父都係打拳頭交多噶嘛，其實係，就算用咁多能力，最終都係拳頭交為主噶嘛。咁所以其實你話呢一套其實我開頭睇嗰時話，只要佢有翻 Needless。即當然你話如果以戰鬥個水平去比較嘅話佢就真係冇 Needless 佢有好多偷鏡偷格鏡偷鏡佢有好多但係問題佢主要戰鬥嘅氣氛做得好即係佢夠快佢唔拖戰鬥
你會忘記咗件事會係。佢唔拖戰鬥呢樣嘢，我覺得已經係喺而家嘅作品裏面已經，我覺得算係唔錯。算爽快㗎啦，幾好。算唔錯。我其實我對佢即係我睇到中段嘅，我對佢打贏嗰、那個女朋友嗰下用正前女友打死佢，用一拳打死咧，我覺得係好不滿嘅。右手哥係一拳嘅要。唔係咁，本身個女朋友都話咯，見到佢肯 boost 升上咧，佢自然夠膽咪走人咯。即係明，即係話明佢唔夠嗰個 boost 嘅 level 咁大，開始係。但係佢由狂燒變成咬打嘅過程實在太快啦，我覺得。即係嗰下一閃係好。呢下係將原作嘅佢快咗少少嘅，其實佢因為壓縮咗少少劇情，佢呢度就咁就。其實我覺得冇咩大問題喎，喺動畫嚟睇嘅話，咪當佢升咗坐個 boost 坐個起一下，一啲必殺技 punch 咯，冇嘢嘅啫。即係同埋本身係 cut 嘅，係 cut 完就唔係 cut 好多，有即係呢位都唔係太重要嘅咯。其實我唔介意呢啲嘢就會。反之你話即係你話其他即係你話佢角色表現嗰方面其實就冇乜嘅啦，因為佢真係俾呢方面佢就真係交唔足嘅呢方面就我覺得。表現到啲角色嘅屬性咯，一個無口。邊個無口啊？無口係個貓小貓咯，合成係啦，一個係 S 女王咁樣之類嗰啲咯。其實都夠啦，你唔好計個男角咯。南國嗰個係最冇咩㗎，即係因為的場個故事係原作稍後先會去提及嘅。佢就係話佢好憎嗰啲人啫嘛。佢如果唔係真係想用呢個位做完嘅話咧，我覺得佢應該係做三本嘅劇情會比較好過做一本兩本嘅劇情。但三本嘅話佢 cut 好多嘢㗎啦，就會。而家佢啲 cut 唔係 cut 到。因為其實如果你以戰鬥為主嘅話咧，始終第三本個戰鬥嗰個著重嗰個感覺會重好多咧。唔係，但第三本嚟，你應該咁講。如果佢咁劃分兩集咧，其實主要講翻赤龍帝甲嘅件事。咁三四兩，佢會講另一 part 四五六咁完另一 part 咯。佢咁如果係咩分佈？但係因為其實佢始終搞咗兩我唔記得集半定兩集啊，係一啲番外嘅劇情咧。番外即係應該外即係兩集嘅劇情。兩集係。揾屎魔啊，嗰啲類似嗰啲嘢咧，嗰啲其實係 out of 個原本正傳故事裏面嘅故事噶嘛。咁其實嗰度其實如果你勾咗出嚟咧，你稍稍喺個故事本身裏面再做少少壓縮咧，但係同埋只屎魔根本就好似冇乜用。唔係啊，但係因為外傳故事其實因為外傳故事嚟噶嘛，其實所以冇用過。屎魔係擴展嗰個世界噶嘛，理論冇用。唔係本篇完全唔會有屎魔出現嘅，喺本篇唔會有用。阿 Sa 條屎魔素石，阿 Sa 條龍都冇出過嚟嘅屎魔素石。因為其實到阿 Sa 條龍出嚟嗰陣時已經。已經是去到原作第八、第九卷才有用的東西來的。所以其實現在這麼早出是沒有意思的。三季的東西。其實你看到他故意給那個學生會出場啦，史摩出場啦，他又之後在第二即是打 Wing Game 那樣的，是的。打 Wing? 那未記得不記得什麼。即係對啲打 game 入面，俾翻阿學生妹出嚟做轉播，俾啲小波出嚟放陷阱，都叫有交代㗎啦，叫做即係有佢有講得好。所以其實因為本身你話佢中段嘅劇情，佢都有啲拉拉拖拖嗰啲嘢咧，其實佢可以做好多壓縮位咯，而令到可以做到三本甚至四本嘅故事咯。冇啦嘛，咁搞法好快喎，劇情又即係你見到就算啊，一成走去啲奇奇怪嘅地方實現契約咧，都做咗成兩三次喎，都係即係跟返原作咁跑位。即係咁講囉，有空間壓縮，但係唔知道如果壓縮咗之後會唔會有返而家嘅表現。你咪如果我覺得你而家嘅話，其實佢始終第一季佢呢一季裏面啦，我唔好話第一季，唔知道仲有冇第二季。雖然應該估計應該有嘅，雖然估計，因為佢好似賣帖都賣得唔錯。佢最尾都講明話幾時同呢個白龍使相遇呢，長谷川同邊個相遇呢？咁嗰、那個佢嗰個劇情其實你話。始終打劇即打嘅場數其實真係唔多，因為本身兩場啊嘛，兩卷囉，兩卷兩場囉，啱囉，好你呀。所以戰鬥嗰方面即係就算後先就算所講嘅合格，其實只不過係因為少嘅情況之下囉，因為始終佢未去到啲大戰級全都係只係一對一嗰種嘅，而且主要都係一成為呢個擔當崗位嗰度，所以其實嗰個故事嗰、那個爽快感又未去到話我真係好似睇原著小說嗰種咁嘅爽快感囉。應該話咁佢本身戰鬥嘅設定唔係好多要交代，所以佢用啲咁嘅步調跑冇問題，同埋作地語呢就都有愛嘅。有啲地方例如話騎士即係金牆角的場係囉，佢走去放陷阱同其他敵人打嗰陣呢，其實小說冇點寫過嘅，動畫都叫有返交啲畫面同佢假打嘅劇情，都即係話就算係補返啲戰鬥畫面都會叫做，即係呢個係我記得就做比較出色嘅地方係。有保留咯呢樣嘢，我覺得，因為始終我同埋佢有一啲比較複雜啲交代咧，佢交咗俾學生會長做主播，口述翻出嚟就會係唔會好似小説咁樣用文字交代就會係，即係解決咗呢、這個係解決咗嗰個小説
即係動畫化之後點樣處理小說嗰啲設定嗰啲解釋問題呢，用呢個方法解決咗，覺得幾好嘅係。咩八隻棋呀嗰啲呢，係囉，即係用轉播口述返係囉，解釋先係囉。嗯，可以囉，但係始終就係、是、我都係嗰個，就係佢我覺得佢係有能力壓縮囉呢度，我覺得係佢做登做一本，其實你就算因為佢本身你話原作已經係去到第日本已經去到第十一卷，咁其實就算佢做二季，佢做二季嗰陣時，佢如果要一口氣去處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卷嘅話，其實會比較吃力囉。唔係，可唔可以就話第三、第四卷就用唔得咩？唔得，應該冇拉唔到咁長，應該拉唔到咁長，除非佢又要加插好多故事啦。或者佢可能做兩季咧，到時呢、這個就唔清楚啦，呢、這個就做兩季，不如下一季先講。咁呢個就要睇日後睇下佢點樣去處理，但係整體而言就話，我諗即係另一啲聽眾或者觀眾卻步嘅都係賣肉嗰 part。我好不滿，其中一個不滿嘅就係佢畫胸部嘅時候，某啲嘢係突出嚟嘅，令你我接受唔到咯。你即係正常物理上都唔會突出嚟啊？咩叫突出嚟？唔係啊，就係正常先有畫面啊嘛，唔正常嘅會有星光啊嘛，有星光先唔正常啊，小陳嘅。睇慣嘅。有著衫嘅情況下，你俾人哋冇咩啊？帶嘢唔得。係咯。好啦，個個女角都唔戴，原來可能惡魔冇咁嘅習慣啦嘛，你唔好用正常人類嘅角度批評佢哋噶嘛，明唔明啫？咁啊係咯，可能愛花都冇咁嘅習慣噶嘛。我輸了，我而家關鬧翻，我認真就輸了。唔好同兩位女界嘅朋友去討論呢啲問題啊！討論你就輸噶啦。但係唔好理住先，其實調翻轉嚟講啊，佢嗰個轉折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即係一開始佢未做之前嗰啲搞笑位啊，同埋做咗惡魔之後嗰啲啱啱開始，即係未打之前嗰啲搞笑位，即係嗰啲咩奇他怪怪男人嘅魔法少女啊、龍珠啊嗰啲咧，即係其實嗰啲位我覺得 OK 嘅。即係你講整體而言啦，我唔知道你兩位原作派嘅人，你覺得話喂佢兩本啊三本依問題唔好嚟住先。但係如果你以普通角度嚟睇，佢而家呢個處理手法可以嘅，當然啦，做一次就夠囉，唔需要做兩次囉，或者話佢冇對三次咪好囉，我寧願佢播集史魔好過播第三次魔法少女俾我睇呀。我絕對同意，我因為魔法少女睇返㗎嘛。好笑呀、啊、但係OK 啦，咁呢套就去到呢度啦，咁又睇下佢嘅二季到時啊點樣表現啦。我想知白龍是男人定女人嚟多？男人，嗯，算啦，到時就知㗎啦，唔好講啦。係啦，好啦，咁我哋去下一套啊。